nhau cờ nở bốn phương cao yêu tư bờ thi cờ của cờ nhà đê.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龙背，是黎族织茧艺术的珍品。它主要分这个我们的绣面龙背跟纺织龙背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这绣面龙背，就是这个绣，它就是纺织好这个底部了以后，再上面绣上一些汉族传统的吉祥的图案，比如说龙啊、凤啊，还有这个狮子啊等等这些吉祥的图案。 黎族社会里边，有一个专门在各种山上啊、各种祭祀上用的以明暗的人情文为主的被子，大被，大在黎语里边，读为弄，弄谐音就变谐为龙。所谓的龙被，其实是延伸了所谓的大被。从这个。 宗教意义来讲，礼锦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用在去世人的身上，所以人去世要特别是德高望重去世，然后就棺材上要盖一张龙背，显示你的活的时候是受人尊敬。这个是被子，被子是使人爽的盖的，好，使人盖的。哎呀！ 不要翻太大哦，好了，因为我们小时候一般是不能看到这个龙背的，听老人讲的，一般是年轻人摸不了的，一般都是50岁以上到60岁这样之间才能织，而且要5、6个人才能完成织的时候呢，老人就说还要搞个仪式，就是说顺顺利利啊，把这个龙背来完成，找个偏远的地方比较安静的，用心去织好。 而且呢，每天都要织。过去的图案就是人石，就把它那个盖在棺材。那个图案盖在棺材呢，你放在那个柜门，它都用那手，不见人了，它就呱呱呱呱一样，像个鬼一样嘛。那个图案都很重要啊，就是我们一天你不干都是不好的，一天你要干一点一点都行，你就收起来。 你不干，他就做你的脑都乱了，什么都乱了。我们射的时候就有一口槟榔，一口槟榔放在那个这个脚后面的，就给他射，就他教我们射出来的。如果你不要射好了，我们就两个人就叫那个一个老人来跟我们喝酒。以前的厉害的人，会设计的什么什么的来跟我们喝酒，是这样的啊。 不就你这米，你的眼睛你看不见路的。龙背，它的原始作用是祭祖、祭祀用的，带着浓厚的一个宗教色彩。随着黎族跟外界的接触，特别是说西汉以后，那么在朝廷，在我们海南建立了一个朱衙，把我们的纺织品也征调为贡品。 上面已经开始有龙的塑形，特别是明清以后的那个龙的形象已经有鳞有爪了。龙背是黎族的工艺，但是它的图案是吸收了兄弟民族先进的图案艺术，它本身就是黎汉交往的见证物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龙背叫五龙书海图龙背，上面绣着5条龙。 还有一条是正面龙，它是中间是黄龙，两侧两两相对的话，是青龙。这种龙背是非常稀少的，级别是非常高的，可能目前损失也就一两件。那么我们现在所征集的那个龙背来看呢，明清两代的东西是非常多的。它上面的纹样的颜色是通过植物染料，还有矿物质染料染出来的。 它立体性非常强，你一摸起来它是柔软的、轻的。
所以我们现在说纺然刺绣的最高水平就是龙背，光辉艳若云，就说李锦，那是清代上说的，所以那时候李锦特别是龙背发展的达到顶峰了。